是我们做的，它是它外面的高丽菜，我们可以借那个红糖，红糖去做，对，可是你要去看它的颜色，然后大概多久，然后还要去搅拌。像我们昨天做的方法就是做这个桂枝笋的汁，就是它的汤要冷掉了以后才是去做，然后看它的搭配是怎么搭配。就是你不能说全部什么全部都让掺在一起了，一定有一个做这个意大利一定有不是蜜糖嘛，就是黑糖红糖嘛，就是这样。还有小麦胚芽。对，小麦胚芽配那个。小麦胚芽是做麦芽糖的。对对对对。哦。就有很多方法。嗯。还有那个什么，还有一个忘记，突然想不起来了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东西想不出来。昨天才做，我想不出来。昨天发明的新方法，所以他原本他种就是从一开始种，然后就他种出来的东西。对，像我们的一袋肥出来，就是我们要过滤啊，过滤我们就会分稀释的分在我们的那个菜上面。那所以那个菜的那个叶子也有液态肥，所以它又可以当肥料，对对，当肥料一个循环，对对。哦，这是一个循环，好聪明哦。这个是那个老师教的吗？还是就是我们自己的，希望老当然老师教的也是这样子，让我们自己去研究，然后像对，实际去体验，自己去体验，然后自己去发明。那老师也跟我们讲是说，尽量是说，像我们的种子，希望自己留种。对啊，像我们那个南瓜。对，那个到那时候长出来，里面的籽啊，可以晒晒太阳啊，怎么处理？对，南瓜籽晒太阳，对，晒晒没有晒晒太阳以后，明年隔年就再可以再种植，它还会再长。对，像老师的培训不用在我们外面买什么苗啊，希望自己留种是这样子，是这样。对，谢谢。这是老师，我们挑比较快。好可爱哦！对对，就是它比较 Q 啦。要忙的。对对对对。可以帮他拍一张。嗯。小坑高丽菜。